建造也代表未来的供给量，没错，对。所以如果从建造来看未来供给量呢？建造我们看今年2021哈，这个137,356也是这个算创新高了，相对去年是成长6%嘛，它创了16年来的这个新高。建造代表就是未来2-3年之后市场的供给，对。你要拿到建造，它就要盖房子嘛。没错，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你帮我看下一个。这个今年预估啦，用10月的建造量来推估，全年应该会落在16万5。哦，那这个是创1995年来的27年的、哦，27年哎、欸，哇，27年的哇，这个我想真的是很猛。对，数据没出来，可能很多人没感觉，但数据出来你就觉得啊，今天这个价钱这样是合理的。嗯，对，市场真的很蓬勃。但是你再看哦，我们这边提醒一个超额供给的风险哦，这个可能要密切再关注后续市场。就是未来会不会供大于求啊？对，我们就参考今年1到10月的预售屋的登记，因为现在都揭露了嘛。预售屋1到10月的实际登记是6.7万户，我们推估整年可能落在38,000到37,000，38,000到37,000，对不起，83,000到87,000，对照16万5，其实大概才一半多一点而已。对，所以它的供给还是大的。当然，这供给整个来看大，但是还要再往下看是。其实你的意思是说，这16万5呢，其实有一部分可能已经买了吧？对，也卖了。那剩下人员还有大概。如果扣掉8万多户的话，还有8万多户，差不多，对，还有8万，它会在未来在市场上，还在市场上，哦、对，对，没错。好，所以建造创27年来新高。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它分布，还是要看分布在什么地方。我们再看区域的分布啊。对，我们看这个今年跟去年相对建造高的还是落在哪里？台南跟高雄，还是台南跟高雄。所以才刚阿官提到的排队啦、炒作啦、红单啦。这些都落在这些地区、比较特别背离的是新竹县，是新竹县很热热的不得了，但是它的推案量就像刚刚讲的，其他案量是少的，少的，对，所以是物以稀为贵的，物以稀为贵，对，所以它的案量是少，但是它价钱是上去的，对，它是量跌价涨，对，但是台南高雄是价涨量增，那是不是就比较担心会不会？这个其实要后续持续观察，因为政府现在已经提出新的这个打房政策，有新5条，内政部有先公布出来了、应该对市场，因为才刚开始啦，这个接下来要密切关注后续1-2季的一个市场实际发展的状况，因为其实它对于预售屋刚提到的这些炒作啦、换约这个，我想是最直接冲击的。对，业力的观察呢，台南高雄会不会有太多的投资客，或者是还是真的就是这些台积电或者相关的工程师他们去制裁、其实就我的了解，大部分真的就是一些投资客跟自产客，那真正的本地人是寥寥可数啦、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台南，我记得我上一集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漏夜排队的台南的那个案子、几乎当地人买的比较少，都是呢租客工程师，然后台北客，那其实那个建商他是主要的推案，他都是在新竹，他是新竹的建商，那他为什么要去台南推案？也是看好台南跟高雄的发展啊，所以呢，这也呼应了我们的图表，服务同一批人啊，说得好，服务同一批人，只是地点换了嘛，从新竹换到这个台南嘛，他极有可能接下来再换到高雄嘛，对不对？而且这租客工程师真的很爱买房。其实新竹工程师就是比较保守，然后我要呼应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也因为台南高雄量真的爆的比较多，然后这群工程师都买预售屋，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另外一个统计是预售屋的价格跟中古屋比较起来整整是多了3成之多，其实这个已经不太合理了，就是一般来说预售屋跟这个新古屋，对，新成屋大概价差差不多差个10几%，差不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现象。你超过30%的话，确实会让人家比较担心，是担心有可能价钱真的涨太多。对，30%有点多，有点多。新成屋或者说新古屋啊，就是可能1-2年的新房子，跟预售屋的差距已经大到30%的话，是不是代表预售屋真的涨太多了？对。当然有另外一个可能，也有人说，那是因为新成屋没有跟上这一波的涨幅啊，新成屋涨得比较慢啊，将来会落后补涨啊。乐观派会这么看啊？乐观派。但其实这样的差距已经有一点不合理了哈。我们其实之前就住在一个很小的套房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很努力，
想要赶快赚到钱，拥有自己的房子，好不容易存到钱买，却买贵了。其实四个月前才成交了1000万的房子，转手给我的时候已经到了1500万。才短短四个月，它就贵了500万哎！你知道那是我们几年的薪水吗？买卖房子不想被骗，请指明实价登录完整记录到门牌的房仲。永庆房屋宣示，未提供买方前一手成交价格，买贵保证最高退300万，先诚实再成交。永庆房屋。操盘手的秘密，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到 YouTube 订阅好房网，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